the juice or not? I like the ball with juice. Yeah. 今天是最后一次的西装试穿，对。那因为我们就是特别定做了一个很神奇的颜色，一般人家都没有，我们特别选一个我们最喜欢的绿色这样子。Because it's we like nature and also like we love plants. 38岁的阿贵家住台北，在教育界服务。33岁的安德烈来自菲律宾，曾经是一名专业厨师。因为我嫁给厨师，所以厨师就是每天要煮大量的东西，所以最近只好那个认真运动，认真减肥。在这8年的时间里面，我们度过了非常多起起伏伏，但是我非常开心你可以在我的身边。2023年12月2日，阿贵及安德烈在众人见证下幸福完婚。镜头来到130公里外，家住台中的查克，却有着不同心境。我是查克，今年41岁，我从事旅宿业。我平日工作任务是确认公司营运状况、人员调度。平时管理着2间饭店，查克工作表现精明干练，但难解的家务事总是让他烦恼挂心。之前就是因为请不到人嘛，陪伴小孩子的时间就比较少一点。小孩子就是常常就会问说，妈妈今天会回来吗？还是说今天是又要睡公司吗？然后后来就是，就自从伴侣就是有过来的时候，就稍微就是好一点。回来了。一进家门，马上送来一杯热茶。他是查克的伴侣，来自广州的小丹。两人跨海远距离交往，已经迈入第7年。他在家干嘛？我在看电视啊。又在看电视。现在查克与小丹共同抚养着一个女儿，满屋子的玩偶与公仔，不难看出两位妈妈对孩子的疼爱。我们暑假的时候有带她去四川那边，然后有带她去看熊猫，然后当时她就很喜欢，然后就跟她买了。平时互动早已形同家人，查克与小丹也曾想过要结婚，给孩子更完整的爱。我当然是身兼妈妈也身兼爸爸的一个角色，那当然我们会希望说他也是有双方的爱，有多一个人爱他 ，Why not？ 对不对？但目前陆委会以国安为由，尚未开放中国及台湾同性伴侣在台湾登记结婚。幸福成家的最后一里路，许多和查克及小丹有着同样处境的同性伴侣们，仍在坎坷前行。你说国安这个帽子要扣在我们台陆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太大了。我们都很愿意接受政府的监督，不应该剥夺我们结婚的权利。你如果说台陆不能结，那为什么香港跟澳门那些都可以？回归法治面讨论，两岸同性伴侣若想要结婚，还有什么解方？那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去谈所谓的婚姻，婚姻是依行为地法，所以老实说，台湾这个行为地是可以同婚的。所以只要移民署跟陆委会同意让中国人进到台湾来结婚，那么他就符合了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说的行为地，那么的婚姻就有效。所以我认为其实没有修法的问题。爱跨越性别，不分语言，不限国籍，婚姻平权的未尽之路，仍有一群人正奋力前行。众人期盼风雨过后，人生旅途有心爱的人相伴，日子再平凡都是幸福。华视新闻陈英佐、卢松佑台北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